Hello， 现在 Yummy 的爸爸现在在阳明山的冷水坑，这里是一个泡脚的地方。现在是2月底的时候，这里刚好起大雾，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起大雾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来去看看它泡脚的地方是长什么样子。Go！ 现在那个泡脚的地方就在我们后面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小桥，下面就可以闻得到那个硫磺的味道。我们来去看那边哦。刚好有那个，来帮你找好了，请坐。这边好热情哦，你觉得这边怎么样？温温哪里？是温水啊。嗯，有那么一点味道。哦，好，这么舒服。这里面有个小鱼。哈哈哈哈。这里加了一定很多了。